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莫比斯部队在这个平台上打造了战争基地，我们要分区击破它。我在这些运输车上装载了萨尔纳加神器，可以用来破坏他们的战斗部署。在还来得及以前，快把运输车送往指定的位置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运输车上的货物会让石像失去功能，开过去就对了。目标区域位于你所在位置的北方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足够的金矿，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你是在失望我好处吗？啊，别管了。足够的金矿，我们，我下钩。看来我得全力。敌人竟然笨到想要攻打我的基地。现在换另一辆运输车，离开爆炸范围，快！没错。爆破成功，我们顺利拖延他们启动战争基地武器的时间了。做得好，目标化为灰烬了。我的小队拼凑出几台运输车，专心把运输车护送到西方那个目标区域。我的镭射钻洞正在进行战斗。这些研究哨站在传输资料，这样他们就能在其他地方打造更多武器。如果你有时间护送运输车到那附近，就能破坏资料传输，把它当作额外的目标吧。金矿，研发完成。挡在你面前的是大明主，你必须见到。你可能想知道，敌人要来攻打我们的基地了。敌人的下场只有死亡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方的水晶塔遭到攻击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没错。亚蒙的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，
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启动无人太极机，高能瓦斯多更多，敌意力超级满的。我想的怎么样？死亡剑。做得好，额外目标完成了。升级完成，好极了，有一大群敌人杀过来了。敌人锁定了运输车的位置，保持警戒。我这成全你吧，我的大剑不是正在打你，我可能是你实在让我看不下去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盟友基地研发完成。怎样？拿住你！你被成死亡舰队来袭！你还需要把运输车送往剩下两个区域。他的力武会把他抹灭。这两台备用的运输车就交给你们了。朝东走，你很快就能看到目标区域了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的盟友正在继续战斗，研发完成。当他们注意到你们出现在这里，研究哨站就开始传输武器资料了。可以麻烦你把运输车带过去吗？神器会马上切断他们的连线。哦，怎样？哦，好，我同意。那敌人竟然敢攻打我们的基地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研发完成。你们指挥官，坏消息，有部公式，目标是运输车。请战斗。升级完成。我为大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在里面有攻击大领主的敌人。别浪费我在里面。你是来我本能自的吗？亚蒙的手下发现运输车的位置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发动攻击。你是在指望我无力的气球吗？你们有话快说。你是来服侍我吗？这强化我的力量吗？研发完成。
行战斗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死亡舰队，我未到。死亡舰队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升级完成。敌人正在快速接近，嘿，他们看起来气坏了。莫比斯研究哨站快要把资料都上传完了。里面指的是大领主。盟友基地正高到五公里，敌人会逼踪，我们需要侦察单位。敌人的下场。指挥官，坏消息，有部攻势，目标是运输车。诱惑了，盟友基地正遭到围攻。没错，我很主怎样？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做得好，又少一个石像要处理了。额外目标已完成。没错，有。我效忠大领。死亡舰。我未到。有话快说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别浪费我的时间。我的这次有说服你。识相了，第一辆运输车就位了，在它爆炸以前尽快撤离。要围攻你的基地会拖累大家。升级完成。飞身之恋的职业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说出你胆敢命令我。这群现在什么都不剩了，战争基地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动攻击。Boom！ 你们两位的运输车到货了，我相信你可以把运输车护送到这个区域。包括你们。